我也想明白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想明白什么了？等以后咱们有了孩子，就把工作辞掉，好好带孩子。这样啊，你就可以安心的、踏踏实实的忙你的工作。想得太远了吧？关于我们未来的一切，都在我的计划当中，一点都不远。首先呢，我会向你求婚，然后举办一场不需要特别隆重的婚礼，但是一定要很浪漫。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，拥有他自己的人生。等老了以后啊，我们会搬到森林里面的小木屋，小屋外头有一片湖，白天我们可以坐船去钓鱼，晚上我们两个人围坐在火炉边，回忆我们的过往，